的男朋友瓦特，他是我今天的假女友。哎呦，今天要来一个假情侣特辑。虽然我也是不是很想啦，但是因为我愿意吗？哦，但是因为想念情人节嘛，耶！要宝贝，我肚子饿了。你肚子啊？你想去哪里和我去啊？我有点想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有点想吃烧烤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吃烧烤。宝贝，但是我今天忘记带了钱包。自己不会带钱啊？你有种都不要踩到黑色的。好啊。拜拜，我先走了，你慢慢在那边踩吧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背我。男朋友就是要背女朋友，牵手。好，牵手。牵手，一起走到对。你要走路我打。美丽华。蜜莲华，游泳池，快去玩吧。哪有？哎，好酷哦。欢迎。拍照，硬了、哦，我不硬了，我回家。好可惜啊、哦，我回家再硬，他现在硬太害羞了。这是你唯一一次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硬，却不硬。不是啊，那个还要下载 app 太麻烦。你不举手。哦，我不举手，对 ，VR 可以玩吗？有人在玩，但应该是要付钱。我觉得超可怕，它里面是那个什么云霄飞车，一直断轨，我觉得头好晕哦。什么僵尸手一直出现打我？就是你刚刚戴起来之后头发超乱，尴尬。他一次现在走鸟票100块，现在100块，之后可能200块。好啊，但是我们应该一起上去的，没关系。好吧，那我们走喽。好，电视情人节，情人节就是要睡觉，睡觉，不行，星星，好乖乖，星星。大家坐。好啊，一个童年的感觉。现在。宝贝，你要带我去吃什么？吃甜点。怎么办？情人节就是要干嘛？就是吃完正餐之后吃甜点，然后吃完甜点之后再来一个浪漫的。浪漫的什么？秘密。浪漫的夜晚。对，浪漫的夜晚。就是、散散步啊。还有性感的小睡衣这样。是。好，你要你又穿性感小睡衣是不是？没有啦。那你情人节晚上都穿什么？情人节晚上穿睡衣啊，不然呢？不冷的天气穿什么那个？都不穿也是可以啦。原来你喜欢裸睡。哎呦。好痛！干屁呀！放电难道不知道吗？感觉情人节就应该点个情人节套餐，对，但是不行，吓死我！钱包被你打几次？你招手不行吗，宝贝？看着他说怎么了？你招手不行吗，宝贝？遮住他的嘴巴，对，紧紧遮住他眼睛、啊，就殊不知人以为要在他斗鸡眼，因为那个是商人的做法，傻瓜，所以不能点情人节套餐。对，但是其实因为太贵了，点不起，那一个都几千块呢，哦，要求。当我们有钱人，其实我也很想点，但是好贵哦，点不起，超穷酸情侣。不对啊，宝贝，是要你付钱，我应该大点特点才对、啊。好了，拜拜，我先走了。其实假情侣根本就一点都不假情侣，傻眼。我们是超穷酸假情侣姐妹，装逼假情侣姐妹，你装逼，你才装逼，你也装逼，傻瓜，傻逼，小脾气，小脾气，小淘气，小顽皮，我是小辣椒，我是小甜椒，不是，你是素软椒。这个是我超喜欢吃的焦糖烤布雷，它上面的焦糖超级好吃的哦，甜甜的，然后配的是伯爵奶茶。这个是奇幻香蕉巧克力冰淇淋金砖吐司。我没喂过，好饿哦，我也快吐了啊！什么都没发生。哦，你浪费了一口了。那我自己喂自己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巧克力苦苦的，难道就跟爱情一样吗？这就是爱情的滋味。
我好哦，他爱我哦，他不爱我哦，他爱我哦，不爱我。天哪，木马姐姐，快点，心快一点。哦，那我自己去找位置坐。你去找一下。我要这匹大马。尖叫！我觉得我们可能心智年龄3岁。3岁，妈妈好玩啊！妈妈帮我拍照。马呜！马怎么叫？马！马呀！哇，这最适合我。坐就好了，我不太喜欢。我在这里。请问大雄一般秀相还是底部透明的？什么透明？要底部透明的摄像吗？底部透明。现在可能要稍等大概28分钟左右了。不要底部透明啊，这样很帅，很恐怖哎！不要什么底部透明，你很 low 哎，吓死你老妹了。谢谢。我也是有咨询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哦。上脚有安全区。阿优过的啦，可恶！好笑，我要流产了。我刚做完的胸部手术。